京生，首先颁发警政研究所硕士班的毕业证书，其中有一位泰国到我国来留学的毕业生叫林海，另外还有一位澳国的顾天豪，都是专门到我国来学习警察行政的。林部长在主持颁发毕业证书之后，并且致辞勉励硕士班、高级行政班、督察干部班、警察业务训练班和巡官班的363名毕业生，在结束学业离开校门之后，肩负时代的任务，切切实实地变成安定社会的力量。